这个山整个崩下来，那山上面那一层那个树木啊，哎，还在，那当中这个土突然崩塌下来了，这从前没过的现象，没见过啊！这在佛法讲是什么因呢？我们的心行不善，感得大地松了，摇晃不定了。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现在想想，有几个人心在定中？心都不定了，可以说是心慌意乱了。现在社会一般大众都是这样的，没有安全感了。其教典菩提心意云，菩提之心，成佛之本，大事因缘莫过于此啊！这是六字，是说菩提心的重要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觉啊，菩提之心，觉心呐、啊。就是经题里面讲的清净平等觉啊，我常常跟诸位报告，也提醒大家，清净心是阿罗汉，平等心是菩萨，觉心是佛，佛觉悟。啊，觉从哪里来的？觉从平等来的。平等是三昧也。啊，持戒就能得清净心，因戒得定啊。啊，定是三昧，得三昧，平等心现前了。定到一定的程度，自然就开悟了，这觉是开悟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，它是成佛的根本呐、啊！大事因缘莫过于此啊，就说明我们学佛啊，学佛是一大事因缘，为什么呢？回归自性啊，众生迷失了自性，所以堕落在十法界，堕落在六道轮回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与性德完全违背了，所以受苦受难呐、啊！从大乘教义里面来说，啊，灾难从哪来的？不善的心性啊？为什么？啊，学到这么多年了，啊，诸位心里都相当明了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坚定的善心善愿，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呢，就变成坚实的大地，不会有灾难了，不会有地震了，不会有土石流。我们在前天看到一个信息，我还看到这个照片，好像是在台湾发生的山崩，这个山整个崩下来，那山上面那一层那个树木啊，哎还在，当中这个土突然
崩塌下来了，这从前没过的现象，没见过。啊，这在佛法讲是什么因呢？我们的心行不善，感得大地松了，摇晃不定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现在想想，有几个人心在定中？心都不定了，可以说是心慌意乱了。现在社会一般大众都是这样的，没有安全感了。啊，不像从前人了，从前人心定的，他定在哪里？定在伦理道德。因为以前教育，他从扎根教育就教这个，啊，叫你定在孝悌，定在五伦，定在五常，定在四维八德，一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生活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待人接物，他都有个常规呀。他不越这个规呀，这心是定的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心不定了，没有安全感了，所以大地也松了，大地也不定了。啊，这在大乘教里讲得通啊。啊，如果我们不能够认真学习圣贤教诲，把心定下来，这个事情会常常发现，会越来越多，这麻烦大了啊，防不胜防啊！你看这两年这个地震的频率比过去多得太多了啊，在整个世界来讲，每个月都会有好几次，这不定在哪个地方，频率越来越多，啊，灾害越来越严重。记住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这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。啊，我们心想什么？要常常想着祖宗的教诲、伦理道德啊，常常想着佛的教诲，佛教我们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把心定在极乐世界，把心定在阿弥陀佛，我们的心定了，山河大地就巩固了，就不会出问题了。啊，是要定在发菩提心呐。啊，真诚心我们还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做到了，你就超越十法界了，你成佛了。啊，可是我们要非常认真去学习清净心，啊，平等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学。啊，前面讲得很好啊。这个往生论你跟我讲的，学无染清净心，
啊，知道哪些东西是染污，我们远离染污。啊，要记住，自私自利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。啊，五欲六尘的享受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。啊，染污多了，太多太多。你要有慧眼，你看得清楚，能分辨明了，远离一切染污，我清净心就回来了。得到清净心之后，再进一步修平等心。啊，平等心从哪里学起？从谦卑学习。啊，我不说谦虚，谦卑。年年天主教《玫瑰经》里头第一段，啊，叫人学圣母玛利亚的谦卑。啊，在中国离记第一句话，去离月无不尽。啊，离记里面讲的离的精神是什么？自卑而尊人，自己谦卑尊重别人，这是离呀，离的根本呐。啊，决定没有功高我慢。啊，功高我慢感应的是什么呢？地震呢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，我们能够自卑而尊人的话，我们居住这个地方不会发生地震。啊，我们要相信佛了，是佛说的啊。那你不信就没办法了，啊，一定要相信，决定不怀疑，它就产生效果。啊，如果你要是跟一般人的见识，佛是迷信的，没有科学根据啊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啊，那灾难现前你怎么办？那都不相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